做视频体验。如果咱们去把咱们的这个啊离婚了暴露出去，隐私暴露出去，把赤婚父母啊那种怨恨暴露出去，把过去我妈我爸怎么欺负我暴露出去，把那个我妈过去如何如何怎么的暴露出去，好吗？好听吗？好听吗？你会受到谴责的，你这样挣出来的钱我总觉得花的不舒服，你的后继之苦是有人指你的。大家好，我是陈怡。今天呢在这个时间段里呢，我想和大家去聊一个这样的话题啊。现在我看着网上啊，特别是退休的女同志，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啊，负能量很多，这种题材呀遭到了很多的自媒体人的谴责。我今天说两个啊。为什么我想用这两个这个事儿呢去和自媒体人说呢？我首先来讲，我今天做这个视频是想和这些姐妹们啊给你们提点意见啊，是这样啊。第一个来讲呢，我觉得就是有些的特别是离完婚的同志姐妹啊，爱晒朋友圈啊，公布我离婚了，这个我有一定的看法，我有一定的看法，所以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去讲一讲啊。特别是在网上做自媒体啊，用哪一种题材来去来去就是说做你的视频得得收入，我总觉得应该是正能量的输出啊。如果拿这种题材说我离婚了，我跟大家去公布了，我现在自由了，我现在解放了我现在可美了在这个视频当中显示它我现在可像是自由了，这个我告诉大家我的观点，这个谁离婚包括任何人，我总觉得都有痛的点，要不能离婚怎么能谈到你高兴呢我在这么长时间，我结完婚了以后我终于离婚了，好听吗？哪个女人我觉得都不喜欢离婚，无论你有孩子没孩子，女人呐，出一家入家不容易，谁离婚呢？离婚过去我们这些这个特别是60岁都觉得磕碜，我们过去那时候离婚谁说离婚都不敢见人，那现在光彩了，往朋友圈发我离婚了，我宣布我离婚了，是吗？你内心存在着矛盾，存在着什么呀其实我在我这里头看来就是说，这样的女人有两点一个来讲就是为了我终于离婚了，看谁我可以去找去了。其实这样的女人确实没有自尊，这是我跟大家去说的没有自尊。第二个来讲就是用这种这种的题材博得大家的同情，来博得流量去挣钱。其实她离婚和没离婚你不知道，如果你真的离婚，你把这个你这离婚本拿出来让大家去展示一下，你敢吗？其实我总觉得，我希望我特别是给这些这个女同志提前一些，咱们女同志离婚呢，心这一块总有一个痛，这个痛永远是抹不去的，所以我总觉得咱们离婚了，咱们应该重新审视在自己，重新审视在自己，咱们给自己留一段时间调节好咱自己的心态把自己立足不靠任何人去生活，靠咱们自己，把自己的形象也好自己的内心也好重新修补一下重新去修整一下自己，让自己从文化上，从知识这个阅历上，从这个对这个婚姻这个
这个关系上啊，对于这个世界观啊、人生观这些认识方面，重新去调理一下，把自己的观念摆平啊，以后再选择自己的伴侣的时候，就一定不会走老路。应该是这样去审视自己，不应该去把自己的啊，我去离婚了啊，我应该是怎么的了？我高兴了，谁能高兴起来呀？其实这里都是有流量的存在，有挣钱的存在，所以我跟大家说，不要做这样的事情，是损害你的名誉，也损害你的人设。第二个来讲，我跟大家去讲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还是啊，给做自媒体的啊中老年的女士啊提一个意见，在咱们做视频的时候，不用拿咱们的父母的隐私来作为话题，这个是我是最不赞成。啊，我跟大家去讲过啊，那烦恼的婆婆啊，让大家去谴责，让大家去啊，用那种语言，甚至都已经都去举报，而且都去让他不让他做视频，大家都去举报的，不让他做视频，为啥？因为他对他的父母痛斥教育啊，他这种语言让大众接受不了，哪个儿女都是心疼自己的母亲，因为我们的父母是生我养我的人，甚至把自己的父母的隐私来公布于大众，这一点是叫我看来是最不理解儿女的。我不赞成啊这样的做视频的题材，但是我赞成啥？跟老人做视频有好多的题材，像你一样啊，他这个父亲都100岁了啊，他父亲这阵有病的住院了，你看他整个做这个视频，这个角度就和啊那个烦恼的婆婆就不一样啊，爷爷是照样做视频，但是他这个视频是属于正能量的输出，在录他爸的视频的时候，一个是有里头有他爸幽默的点。啊，你看他老人一天啊，总是坐他的姑娘，让他姑娘去啊，领他出去，哎呀呀呀，城里总是像小孩似的摸他姑娘。他做出了这一点，像小孩儿，而且呢，他还哄着他爸，领他爸去出去玩儿，领他爸啊逗他爸，这个不认识钱了逗他爸。其实呢，这种的视频大家都非常愿意看，因为云燕啊各方面，他都对他爸爸，一个是孝心，一个是细心，从中啊在这里头啊。他也能够体验出啊文燕的他对老年人这一种的认识，这种的孝顺，也是提示大家在做这样的视频的时候应该怎样去做，应该怎样去做。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去说呢，咱们在做视频的时候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咱们的人生，要的是咱们的品质，要的是咱们的心理底线，这就是我和大家去说的。好了，谢谢大家收看，拜拜。